下车，你不要下车吗？下车。下车，给我下！你怎么不下来了？跟个疯子似的，你要干嘛呀？啊！他就是个王八蛋！他是什么犯上你搭上一条命啊？你不懂。我不懂。你什么都不懂。他不就是没有按照你的意志去做事吗？跟别的女人睡觉，你俩没结婚。第二，你们感情又处在分手的阶段，发生这种事奇怪吗？一点都不奇怪啊。他不能这么对我。那不应该的事多了，每天不都在照样发生吗？谢启明也就不是个东西。因为我理智。因为我客观，盛放，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你不想认识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。是他对不起我，怎么变成我有问题了？你没问题，你们之间怎么会有问题啊？盛放，我真不明白你，你爱一个人能爱到如此糊涂的地步啊？你的悲剧是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，怨不得别人。你有吗，同情心吗？同情解决问题吗？同情不解决问题，问题是靠理智解决的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什么都给到了，包括我的理智。说具体点。我给了他我整个青春，我全部的青春。他不也把他的青春给了你吗？可是男人的青春比女人的长。你这是自贬。我给了他自由。哦，你给了他自由，却让他忠实于你，这算哪门子自由啊？大姐，您玩的这出叫官兵捉强盗，您所谓对他的好，那都是不顾他人死活的锦上添花。去哪儿啊？哎，你坐错位置了。你要能把车挪到窝，我跟你一个姓。啊！小芳，停。刹车！小芳，哎，停车！停！哎，快停车！你停车！停车呀！你停！啊！你真的是全世界最讨厌的人！谁沾上你谁倒霉。给我下车，你给我下车，你还有脸哭啊？不下，不下，不下，松手，下，放开。我刚才跟你说了那么多，你没听明白吗？合着我刚才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。你根本就没有从心里真正爱过一个人，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感觉？不是你的这种感情，它是病态的，无论是你爱他还是他爱你，结果都注定是悲剧。悲剧，你明白吗？
还是他？嗯。你好。你好，小姐。能麻烦你帮我查一个叫盛放的女孩吗？好。不好意思，没有这个人。你确认吗？确认。好的，谢谢。客气。哎呦，真舒服！你学过呀？没有，我爸以前干活回来，那累的腰酸背疼的，就让我给他按。我以前不懂，我就瞎按，哪儿疼我按哪儿。后来我看书上说，这人身上有24条经络呢，得顺着这个经络按。哎，这按出来效果才好呢，又解乏。我这本事那是让我爸给练出来的。你爸爸可真有好命，有你这么一好闺女。嗨。你歇会儿吧。好嘞。谁呀？奶奶，我去看看啊。谁呀？谁呀？哎，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鼻子下面一张嘴，问呗。出去说。这有什么事儿啊？我那一堆活呢。我来拿户口本。干嘛？身份证丢了，这补办不得要户口本吗？你怎么不把你自个儿给丢了呀？户口本在我妈那儿呢。过两天吧啊。过两天。那怎么着呀？我说你啊，赶紧把你那破户口给我迁出去，麻不麻烦？行行行，回头再说。怎么着你将来娶媳妇了，办亲媳妇那户口落我们家户口去？你真是张破财的嘴，你怎么什么都敢说？本来就这么回事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了。走了。哎，你上点心啊，这事儿。知道了。刚才那是谁呀？我前夫。哎呀，其实年轻的时候呀，我是我们厂的厂花，那追我的人用苍蝇拍轰。这女人呢，哎呀，但凡有点模样，越难嫁，高不成低不就的呀。这挑来挑去，挑到26、27了，把自个儿给耽误了。后来我们厂有个师傅给我介绍这个，年轻时候长得还行，就他那破家伙没看上。后来那师傅和我爸妈就劝我说：“哎呀，行了，别挑了，是吧？农村就农村的吧，人好就行呗。”这话可不对。嗯，怎么不对啊？人好啊，是基本条件，不是全部啊。您这话说的太对了，还是你有水平。脾气不好。哎，对，就放这儿。就放这儿哈，留神手，安全第一啊，别撵着。好极了，嗯，来来来来，看看，哎呀，嗯，餐桌吧，啊对，嗯，餐桌来，就那边那边，哎，哎，小心啊，留神留神留神手，对了，别管我，来，往这儿往这儿放，嗯，哎。注意地板啊！注意地板，别被人蹭坏。哎，妈，您怎么又来了呀？您啊，给您送红烧肉来了，省得明天再麻烦嘛，不是？干嘛呀？这大老远的，
得倒两次车吧，累不累啊？你这日子过得揪心。我怎么了？我挺好的，我。来，我来。盛范给您打电话了没有啊？没有。还是不接，不接。哼，你这个女人吧，看上去很单纯，其实我觉得内心还挺饿的。我怎么饿了？小手扇起嘴巴子来，又快又狠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打人。那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挨女人的打。你知道吗？你在我眼里就是杨炳超，我们杀了你不错了。爱你就爱个死，恨你也恨个死，那等于落在你手里，左右都活不成呗。我能看看吗？随意。哎呀，给你打电话，你不接。咱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。我在老地方等你。老地方是哪儿？景安公园。哦，去吗？不去，他在我心里已经死了。要我说啊，你俩就是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他就是你的悬崖，你就心甘情愿的一头栽下去。嗯，我困了，帮我订个房间，我想睡觉。喂喂，您好，哎，您受累再帮我开一间房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的客房已经住满了。没有房了是吗？啊，嗯，好，我挂了，啊，那没房我怎么办啊？那个家我又回不去了。不是你慌什么呀？这不有两张床吗？一张我睡，一张你睡，怎么不能睡？哎，不是，咱俩怎么可以睡一间房啊？那我们上学的时候，男女生还住一个帐篷呢。不是你几个意思？你信不着我还是怎么着？我是信不着我自己。没事儿。我信得着你就行，你对于我来说就是那种广义上的、正道上的朋友，也就是流行的第四种关系的女朋友，明白吧？咱俩在一起可以畅所欲言，谈天说地，但是绝对不会想入非非、弄假成真。对对对，你说的特别对，我跟你在一起也是这种感觉。我跟你在一起，就跟从小一起玩尿泥的小伙伴们厮杀在一起一样，除了这个洗澡、上厕所，还有睡觉男女有别之外，其他的时候我压根就想不起来你是一个男人，知道吗？怎么样，记住你要害了吧？切，我是又唱又跳，
我差点把我祖上家业我都送给你。我不图你感谢我，你竟然用这么恶毒的语言来回馈我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脾气特别好啊？你是当我是那种不敢刺毛的 Hello Kitty 吗？是爸爸。我搬北京住来了。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啊，我能听见。哦。盛老师，你刚叫我什么？全球失恋女青年形象大使，简称盛老师。抱歉，本大使从即日起光荣卸任了。哎呦，怎么说？失恋嘛，失恋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太阳不照常升起吗？于是乎，你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全新的人？没错。这个有句话叫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不知道您对这句话有什么样的理解。谢启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压根儿我就不相信一个人在睡了一觉之后，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不可能的。那是你孤陋寡闻好吗？这世界上就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俩无机物碰一块还变成蝴蝶翩翩起舞呢，何况我这么一个大活人。高论，真是高论。这个你说的对，物质的形态不变则已，一变就是天壤之别。那我想问问你，您觉得咱俩能变成什么呀？咱俩？嗯。星花鲜花下的粪土，不带这么骂自己的啊！谁是鲜花，谁是牛粪？你个臭牛粪！哎，别动手啊！哎，昨天你说这个一个人爱上另外一个人就应该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，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对。一个人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压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？是吧？这对自己来说不公平，对别人来讲也太沉重了。
我全心全意爱一个人，有什么不对？啊，挺好找的，跟我妈那儿就隔了一条街。嗯嗯嗯，您这房子租的？您现在坐下。啊，咱爷俩坐下聊啊。是我的一老同事的。哦啊，他呢，老伴儿去加拿大了，伺候女儿的月子。哦，哎，完了这，北京不就剩他一个人了吗？啊，这男人呐，上了岁数跟女人他不一样。那退了完了回家，你看死壁空空的，立马的心里就没着没落。嗯，半个月前呢，打了张机票追随他老伴跟女儿去了。这人老了在国外可待不住啊，早晚得回来。这事儿你看怎么的了啊？前两天打电话跟我说来着，哎呦不适应哦，说语言不通啊，也没个朋友啊，是是，老一个人在那儿溜溜达达的，孤单。嗯，早晚得回来，落叶归根嘛。那您这房子还是得给人家疼啊。哎，不是，他说他回北京啊，不过来住了，啊，以后跟他老伴儿回老家重庆，哦，在那儿安度晚年。完了，他不知道我得在北京扎根了吗？说你不着急。你先跟我这住着啊，完了你还帮我看房子，我还不收他钱。嘿，完了他说这么着，你一年以后差不多钱凑齐了，完了你再给我，我把房卖给你。挺好挺好，好事。嗯嗯，都是几十年的老同事，知根知底的，说句话就是合同。这人挺仗义。行。嗯，挺好。这人老了，哎，都喜欢怀旧是吧？那这事儿你也分怎么说。年轻的时候我也惦记你们呢，那工作忙嘛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可是年纪大了吧，还真是，你说这人呢，就越来越拿自己没办法了。我知道我这回回来看你们，你妈肯定不会给我好脸子啊！那我就回来了，我就不怕看她给我甩脸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？我都这岁数的人了，我不要面子，我看见你们好啊，比什么都强。您的这种心情，我完全能够理解。你跟我说说，你理解什么呀？没当爸的时候，说真的，我一点都不理解您。现在我儿子也六岁了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感情。我孙子都六岁了，可不是吗？马上就上学了。有照片吗？您的，拿着我看看。看看。叫圣尊。嘿，这小子，他像我呀、啊。像。嗯。好啊。好。啊，那个，那个什么，我是想说呀。盛开他知道我回北京了吗？
是先别跟他说了。怎么了？丈夫出车祸了，刚出院，在家里养着呢。盛开啊，除了上下班，一天还得伺候他三顿饭，挺辛苦的。我不想让他分心。反正您也不走了，以后见面的时间长着呢，是吧？你看你什么时候得空，你带我去他家看看呗。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，不太合适。你想，万一要是碰上我妈，她盛开，她更不知道怎么处理跟您的关系了。对，有道理。咱不着急，是吧？来日方长，有的是时间。好了。盯着你看，追星族。哎，你想干什么呀你？我还能干什么？帮你拿东西，不用你拿，不用拿，你鸡蛋都流汤了，给我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？看萝卜吧，这豆腐都压碎了，给我。跟你哎，买这么多菜呀？家里来客人了啊，咱们有话以后再说，你快去吧，别让客人等着啊。我们再见。你把我东西。我来，挺沉的。坐。可以。姓盛的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跟你聊聊。我跟你没话，咱俩是敌人呢，不能聊啊。当然是敌人啦。咱俩就为什么不能聊啊？谈判你熬到那级别了没有啊？你这不是你都一把岁数的人了，老说这些气话，你拎来拎去的有意思吗？没意思也是你自找的，把我东西给我。是，都是我错，我错。我行，我可以。郑老师，哎，买菜回来了。出去啊您。是这条道吧？聊聊吗？有什么不能聊的呢？你别跟着我啊！你别进我们家这门。你干什么呀你？进去。你有资格进吗？有。离婚前，里边有一间房是我的。那又怎么了？盛玉没跟我走，那间房子我就给了他。是吧？我现在进我自己的房间，天经地义吧？那房子早拆了，有本事你坐那破砖头上去。什么呀？拆迁费在这房子里边含着呢。你现在不让我进去，你就是侵占我的私人财产，你知道吧？我可以告你。进去。
作呢，没来得及做。你帮我夹菜。啊，帮我拿着呀。哎，你工作的事儿怎么样呢？哦，我上午面试了一家，然后下午两点还有另外一家。我中午吃个饭我就走。这中午现在现做饭现炒菜来不及了，我给你煮个鸡汤馄饨好不好？我都可以。嗯。哎妈，外面那帅老头谁呀？追求者？神经病啊你！哎，您看您这脸色，您肯定有问题。您不会真动了凡心了吧？啊？我瞎了一回眼，不会再瞎第二回眼。话怎么这么瘆人啊？他到底谁呀？盛茂林。他怎么敢来啊？他就来了呀。我找他去。哎，哎呀，你别拽我干嘛？不是，你给我进去，你帮我搭个手去。干嘛呀？帮我搭把手去。我不吃，真罢了我的胃口。你不受我们家欢迎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解决完问题我就走。有什么问题可解决的？你俩之间的问题二十几年前就已经解决了。那是我跟他的事儿，我没必要跟你说。他是我妈，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我不吃，干嘛呀你？妈，我今儿买点苹果吧。哎，苹果特别好。哎，还买点冬枣什么的。买点冬枣，来，拿着。您怎么找这儿来了？我在广场上遇着你妈了。你下班了？啊，我在这边，我办点事儿，顺便过来看看。妈，我肚子饿了，中午咱吃什么呀？吃什么自个儿做去，没工夫伺候你们。哎，咱们出去吃吧。胡同口有一家餐馆，味道不错。啊，行。妈，盛峰，咱一块儿吧，一块儿吃点什么去？没下过馆子，馋的你。不是，我想吃您做的饭，您又不给做。我一会儿我就还得上班去呢，您不能让我饿着肚子去吧？嗯，那您要不去，那我就走了。白眼狼，你怎么养了这么一只白眼狼啊？真是。他们能下馆子，我们也下馆子去。我请您吃好吃的。钱烧的你。哎呀。哎呀，这钱花的不冤枉啊！嘿，哪哪都亮堂。怎么样，妈？我这监工当还可以吧？行了你看是木工没返工，还是油漆工没返工，还是瓦工没返工？不这么返工，我能成为装修的杂家吗？嘿，听说过砸河面的啊？没听说过砸家，砸家都没听说过，妈，就是妈妈都懂。哎，像个傻样吧？哎呀，哎，儿子啊，我那些鞋盒和点心匣子你给我放哪儿了？啊？哦，那些空盒子我看占地儿又没有用，然后我就给卖给收废品的人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把这些没用的盒子卖给收废品的了，怎么了？小辉。
房的户主是我，不是他。是你，但是装修的钱全是人家家花的呀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不是钱的是啥事儿啊？这过日子没钱能行吗？寸步难行。啊，你就拿这窗帘来说吧，全是他自己买的布，找人做的，给家里省特别多的钱。这活儿女人不干谁干呢？啊，倒退30年就这点事儿，你妈能把一半的钱给你省出来？嗯。哎妈，你吃药了吗？什么？大夫说了，吃这药以后呢，必须这个乐观情绪。哎，你看看他那张脸，再看看你撞成这样，你妈我能乐观的起来吗？啊，药我不吃。喂，盛峰，你告诉我他住哪儿啊？哪个人？就中午问你吃饭那个人，你把他地址给我。你想干什么呀？我要找他谈谈。哎，你这个态度就对了啊！但是我一定得提醒你，去了之后说话呀，一定要注意点分寸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个老人，知道吗？啊，哥，能不能别教训我？有些课就是不能缺啊。比如说宽容，就那个谁不是说了吗？这个宽容啊，不是道德，是一种认知。行啊，我知道了。我到时候给你发过去。再见。小东西。谁呀？啊，不，干嘛呢？谁呀？坐吧。你跟我妈之间的事儿，我妈都告诉我们。其实这是你们之间的矛盾，我无权过问。可是你们的恩怨牵涉到了我，我必须搞清楚谁是我的亲生父亲。你想知道你的亲生父亲，你去问你妈，你问不着我。当时你是她的丈夫。我妈她再有能耐，她也不能一个人弄出个孩子来吧？你这孩子怎么什么都敢说呀？我哪句话说错了吗？我妈她一口咬定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可你一口咬定我不是，我该信你呢，还是该信她呀？啊，行了啊，这些都是20年前的陈康烂谷子，我懒得翻腾。盛茂林。你叫什么？盛茂林。盛茂林是你叫的？你说你这孩子真是没教养。那得看你用在谁身上了。我压根就没申请过要出事，是你们硬生生把我拽到你们的生活里来的。我就是把未来预料的再糟糕，我也没想过我的出事可以毁了一个家。行了啊，我不愿意跟你说这些事儿。你我之间没有血缘关系，我对你不负任何责任。是你突然跑到我们家来，让我知道我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。是你搅乱我的生活。我就要来找你，就是为了找到我的出处。我要找到那个在血缘上被我称作父亲的混蛋。哼，宝宝，你别以为我找他是为了孝敬他，我找他是为了有目标的恨他。把我生下来，他又恶心地把我抛弃了。我要当着他的面告诉他，如果我这一身的血可以换，我要把我身上留着他的那部分血全部换了，换上干净的血。行行，你想怎么着怎么着，但是这事儿我帮不了你。互助谈不上帮，我跟你有什么可互助的？我要你跟我去做亲子鉴定，费用我来出。亏你想得出来。你个懦夫，你相信自己也不相信科学是吗？你去还是不去？不去。
谁家的孩子？这是。为你盛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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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你盛开。